园标题：仙居古村落。上陈村，上陈村地处仙居县横溪镇东北面。明代时，其属于清风乡；清代时，属于巴都；民国前期，沿用清代旧制，属于巴都；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，仙居县下设区、镇、区下设下。上陈属于黄鱼乡乡公所所在地大道的。民国三十年（1941），仙居推行保甲制度。上陈属于黄鱼乡第四堡，涵括黄鱼弄、野芝山二村，既有十二甲、142户。解放初，建立上陈乡，上陈村成为乡公所所在地。1961年，仙居境内的乡改建为人民公社，上陈乡改建为上陈人民公社。1970年，上陈、正桥二社合并为胜利公社，上陈村属之。1979年，恢复原公社建制，上陈村属于准桥公社。1992年，正桥乡并入横溪镇。此后，上陈村一直隶属于横溪镇管辖。上陈之村民得知于其地祖居陈姓，据仙居县地名志记载，上陈祖居陈姓，地处下正之上，故称上陈。下正村在上陈村之南，亦曾是陈氏聚居之的。据《乐安陈氏宗谱》载，仙居陈氏奉陈时为始祖，旗下第34世孙陈廷位于唐末，自河南许昌迁居国滩万如寺前，后人丁兴旺子孙分迁下正、上陈、余村等村。为此，在巴都一带，陈氏曾经是诸村落中的大姓，部分村落还以陈氏命名，如上陈、下陈、陈庄属九都等。清代前期，上陈村内虽有吴、张、柯等杂姓，但陈姓一直是村内的大姓。此后，徐氏迁入上陈村，人丁兴旺，成为了村内除陈氏外的另一大姓，而上陈村名一直沿用至今。上陈村之所在为巴都阳北端，其村东为黄鱼溪，北为百灌山，南面为平原地带，西面为低矮丘陵，地势相对高爽。在农业生产方面，当地的村民在很早的时候便从黄鱼溪引水灌溉，在水田内种植水稻、小麦等作物，丘陵地带则兼种番薯、玉米。村落最初的位置以临近西北面和东南面的低矮丘陵，特别是在明末时，徐氏徐洪产字为一，号前科游城内柏树下，迁徙山桥下金，再转迁上陈中央门楼后，其以耕读传家，人丁逐渐兴旺，先后形成了大房、第三份、旗杆里等聚居点。上陈村的规模进一步扩大，村中现存的古旧房屋外为青砖空斗墙，内有雕花牛腿、雕花梁方的，也为清代时徐氏族人所修建。上陈村亦曾是巴都的通衢所在，就是以上陈村为中心，向东经两庄、对阳等的，翻越山枣岭可以抵达仙居城关，向东南经下正等的可以抵达古镇埠头和婆滩，向西经渔村、清水塘、碧丹岩、荷塘等村可以到达横溪，向北则是仙行古道之所在，经岭口、蛤蟆洋、曹坑、银的，翻越三节岭可抵盘湾，向西北沿四鸟坑，翻越黄鱼岭或沿北可以抵达盘湾，进云珠县，交通十分便利。或许正是这个缘故，历史上的上陈村也一遭受兵匪盗寇的侵扰，特别是明末及清初的战乱，如崇祯末年的包朝官之乱，清代顺治年间东阳徐守平的白头军起义，曾长期盘踞在九龙山和李林一带，上陈即在被劫掠的范围，也因此之故，在清代至民国的漫长岁月里，上陈村的大族曾变得非常尚武，为了人身和财产的安全，在民国时期，上陈村虽然并不是黄鱼乡的乡公所所在地，大大的村内却建有自卫队，拥有数量较大的枪械，
徐氏和陈氏一度曾是上陈村内的大族，陈氏之兴旺在清代之前，不过有文献记录的不多。徐氏迁入上陈后，却是人丁兴旺，乡与乡里去光绪仙居县志记载，上陈徐氏曾有徐汉权监供，年94岁，元年90，精于外科。一载便曰：庆林在往，又有徐邦父继世卫士徐荣还西阳氏，徐荣便妻吴氏被追赠位节孝。民国时期，上陈徐氏也是人才辈出，有徐培其位东于乡上，陈自卫队书记，有徐培重为黄于乡乡民代表，有徐国斌为陆军步兵上尉，抗战期间战死于上海吴淞口，有徐子富为浙保安团运输队上尉队长，有徐良为黄于乡乡长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